校长冇讲过话要，但我有讲过要你哋唔好放弃。什么地方的？张总，张总，张个叔，不过仲细咩？仲矮啲？哼，你傻嘅，你估我哋好大个咩？我搞呢支球队将会系全港第一支华人少年棒球队。棒球投打接跑，打中个波，跑晒四个女，翻翻屋企就有一分。我哋边个会操咗屋企先啊？你可以走啦。我走你走就是兄弟，而家就乜都唔系。个死老鬼有冇攞支枪指住你个头？打波打架，烂仔啊！如果冇嗰笔钱，你仲会照搞嗰队波？全部人等紧你啊，仲唔肯？我相信呢个波可以改变嗰班学生。得唔得？得。比赛一阵，一踏出投手丘就冇得翻转头，输赢都系呢半步。